主料，猪肝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青椒一个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切好猪肝和青椒，热锅，放油，爆炒青椒出辣味，放入猪肝，迅速翻炒，防止粘锅，放入盐调味即可。成品，烹饪技巧，油多放些。猪肝个人认为爱粘锅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